韩文里面的 hakseokjeol 这个发音，就是写起来有黑汤匙的意思，但是另外呢，也是土汤匙的意思。在韩文里面，土汤匙就是一个阶级的差异，像我们会说，哎，含着金汤匙出生嘛。那韩文里面就把它再衍生成另外一个阶级，就是含着土汤匙出生，就代表我是没有背景的，我家里面就是完全靠我就是白手起家打天下的这个意思。所以 hakseokjeol 跟 paeksukjeol 呢，它也有一种阶级的含义在，它不光是一个黑白的差异。它其实 hakseokjeol 是有一个我没有权势，我没有背景，我没有这些资源，自己努力打拼的一个意涵。안녕大家，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一个超红的韩国综艺节目，就是《黑白大厨》，台湾啊、韩国啊、亚洲各国都在热烈讨论一个节目。听说它好像在 Netflix 的非英语排行榜上也是第一名哦。那其实韩国有非常多的料理节目，像是以前的《拜托了冰箱》啊，《背包厨神白种元》啊，《厨神当道》也有韩国版啊。比较 healing 类的，就像《一日三餐》啊。竞赛类的韩食大赛啊，等等，就很多韩国料理节目，也有很多厨师就变成很有名的综艺人。但我自己看了这个《黑白大厨》，就觉得他真的是拍出一个新的高度。而且听说他们那个摄影棚超大的，有1000多平，从他的美术啊，还有他的找来的人啊，都可以看出这节目的不同凡响。那我就整理了目前看下来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幕后花絮，一共8个来跟大家做分享啊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节目带给厨师们的。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们的餐厅现在都爆满，超难排，超难订。有听说一个崔刚楼主厨吧，他的餐厅呢一开放定位就有20000名涌入在线等待，然后1分钟之内全部的定位都满了。超夸张！韩国大部分定位主要是用 Catch Table 这个 App。大家如果来韩国玩的话，也会看到很多餐厅，他们在排队的时候也有 Catch Table 这个小 Pad，然后就输入电话号码就可以线上候位，或者说甚至远端排队等等。那它还有个功能呢，是你可以申请，如果有空位的话通知我，连那个通知都满了。就是我想要申请货到通知，没有办法哦，因为好像有一个名额限制，所有人都想去吃的状态。那住韩国的话，其实用 Naver Map 或是 Kakao Map 打 Hebelisa 就可以看到，他把它全部餐厅都列出来。Catch Table 的话，大家可以去下载国际版的，进去就可以看到黑白大厨这个清单。那很贴心的是，有些店他还直接把厨师的照片放在上面，所以对，就可以直接知道说是哪个厨师开的店。透过这 Catch Table 订的话，是有些地方还订得到的。国际版本就是要先付定金，那有些可能是有参赛，但是没有出现过很多镜头的，所以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他们是谁。这不是业配啊。反正只是给大家想要来韩国吃的话一个参考。不过目前人气比较旺的，好像是黑厨师的餐厅，就大家比较想去吃吃看那黑厨师的餐厅。白厨师的餐厅们呢，有些可能是比较贵的料理，所以说，定位稍微相较起来可能会容易一些。因为我有朋友就打算要去吃吕静来厨师的餐厅，然后说最便宜的 course 是10万韩币，那他就是有订到位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制作组他们的涉外能力真的很好，因为我以前也在电台工作过嘛，邀请来宾，然后对脚本等等。那我觉得这个制作组他们能够找到这么多厉害的大厨，真的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。因为有100个人欸，那100个人会有100种想法，那他可能就必须要100种对应方式。然后我就看到几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像是那个做学生餐厅的厨师呢，他是说他这个儿子看到一个招募的公告，然后就说服妈妈去参加，然后呢，他就犹豫了几天，就报名，然后就选上的，所以他是属于主动报名类型哦。那像一些名厨啊，因为他们就身价比较高嘛，然后他们在出演电视节目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那像是 Edward Lee，他本身就是已经是个超有名的大厨了，他甚至是在别的节目去当评审的，结果他现在却是来当一个参赛者，然后被评价。然后他有接受一个美国 Podcaster 的访问，就说他也是就是收到 email。然后受到邀约，他一开始是拒绝的。制作组就跟他说，这是一个韩国人制作的韩国料理比赛节目，他就是一个美籍韩裔人嘛。甚至2023年尹锡悦总统他去美国的时候，白宫特别邀他来，为国宴做料理。所以说，他对推广韩食文化是非常的。就有个绝对有个责任感吧，他就是被这个概念所打动，所以才愿意来参赛。顺便提一下，韩文里面的 hakseokjeol 这个发音，就是写起来有黑汤匙的意思，但是另外呢，也是土汤匙的意思。在韩文里面，土汤匙就是一个阶级的差异，像我们会说，哎，含着金汤匙出生嘛。那韩文里面就把它再衍生成另外一个阶级，就是含着土汤匙出生，就代表我是没有背景的，我家里面就是完全靠我就是白手起家打天下的这个意思。所以 hakseokjeol 跟 paeksukjeol 呢，它也有一种阶级的含义在，它不光是一个黑白的差异。它其实 hakseokjeol 是有一个我没有权势，我没有背景，我没有这些资源，自己努力打拼的一个意涵。한국에서는흑백
셰프잖아. 응. 외국에선 그렇게 나가면 인종차별로. 아, 맞아. 얘도 그렇게 얘기했어. 그러니까. 처음에 이거 제안 봤을 때는 이거 뭐야? Black and white. Are you serious?